你说，被你识破了，想学吗？跟我回去，我慢慢教你呀。师尊，那人我们不救了吗？废人一个，谁说要救？那我们刚才打了一架，练手。见到大患难给他扛下，若我将昔日道貌岸然展现，今日后的学问都是长进，慢慢调教成世人眼中不择手段的模范弟子，这个过程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可是他醒来成了个傻子，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活埋了吧。怎么还不动手？你这是被人家魅力折服了不成？报恩就算，我若能换日子做我亲传弟子，可不为美是一种吗？一两银和墨几次，可以点摸骨的部位，不就是摸骨算命？我也会，我不收钱，给你摸。摸是小姐，又想试探我。既然前途未卜，不如入我门下，让为师来助你一臂之力。阿乔，还是要我来帮你。我送给你的东西，再不喜欢，印宗主，能否不要如此戏弄？这怎么能叫戏？阿乔啊，你看你现在就是一本行走的猪样子。眼下你只有两个选择：一是跟我走，二还是跟我走。怎么样，阿乔？你想好？要么跟我走，不，之前不是还喊我师尊吗？这么快就换了称呼，北部那伙人来者不善，如今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有从你身上来查。哼，枪个大烂人，除要以前方，真是抠门。哎，考官，野神了，给你们二位张灯。不需要。